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幸运星，我是股市幸运星华冠投顾林总林信荣林老师。台股有没有洗得越凶涨得越猛？其实不是用涨的，是用喷的，有没有？我说过这是人工盘，我说过这个叫霸王硬上弓的盘，今天又来了。礼拜一开低走高，捏扭起来，就算没有量，我一样给你涨。亲爱的全国的投资朋友，来看这档股票，2330的台积电，光是它这么一档，今天这样涨，算它的成交张数来讲，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它光是一档就可以贡献大盘13点。那今天大盘收多少呢？看一下，今天大盘收涨16点，那么开低走高，几乎收在最高，那肯定什么？肯定是一根大红 K 嘛。那给大家看看 K 线啊。齐老师今天会用比较少的时间来跟大家报告大盘，因为大盘我在8月16号都告诉你，我说未来这个盘会怎么样，洗得越凶，涨得越猛，在底部放利空，又跟你讲战争，又跟你讲 QE 要，又跟你讲 QE 要退场，又告诉你经济不好，然后又告诉你电价要涨，又告诉你油价要涨。那我说它就是会涨，因为我在股市那么多年了。这种事情跨出去跨太贼，我那时候跟大家报告8月16号我就预告未来这个盘会洗得越凶涨得越久，而且我也给大家幸运星八字真言，我请大家抄起来哦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盘，一根红 K， 两根红 K， 三根红 K， 四根红 K， 连续拉了四根大红 K， 这是不是涨得越猛？重点来，大盘丢一边，个股才要摆中间。我亲爱的全体幸运星家族，今天你们有没有台湾红苹果锁涨停？就是台红，我也让大家猜过谜啊。那我是报告说我们在52块左右，我们先获利了结一次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在礼拜四我们又买回来，全体幸运星家族从49块多让你买到51块，这个吃到饱的红苹果，今天有没有又给你锁一根涨停板？大家是不是有部分会员已经开始一批一批的前进金银岛？还有 Happy 今天是不是也是涨停板？涨停板 About Music 我也跟大家报告 Happy Happy， 对不对？还有富贵鼎盛，我讲了好几天哦，我说过看老师的节目你一定要做笔记，是哪一档呢？我们今天以个股为重，大盘不用讲，我早就讲过，半个月前我就讲过，现在讲就 low 掉了。现在跟你讲大盘要喷哦，不是，现在是个股要喷。来看这一档，来这一档，这档当然也涨停，今天涨停，这档富贵鼎盛。那 TVC 之前两根涨停，休息一下 ，OK， 富贵鼎盛，我跟你讲好几天了，亲爱的全国的投资朋友，我们一档一档的来跟大家报告，富贵鼎盛是什么呢？我说过 about car， 我也跟大家报告过，资料也白纸黑字，对不对？来看清楚，我说过你要留意一种电晶体叫做 IGBT， 它是用在电动车上，我也告诉你它收到长期订单，白纸黑字，8月23号就给大家了。好，那么亲爱的幸运星家族，来这一档，其实 about car 我就告诉大家2207的和泰车是不是又飙出去？我加了一档预日车嘛，我上礼拜五也跟大家报告，我说那送给大家赚的。然后我说大车队，我们今天顺便报告一下2640的大车队，它涨太慢了，我们今天一过高到130.138，我们就马上获利了结，现金放口袋，分时分批 ，sorry 是136哈，不好意思哦。136分时分批分价，我们就获利了结，现金放口袋。OK， 好，那这个的话就是礼拜一嘛，因为这个大家都说 Blue Monday， 那我们先 Happy Monday 一下、哦。不好意思，这档大概赚5-6块，我们呢一张大概赚5-6千块，我们先获利了结，现金放口袋，这小获利哦。那重点是未来还有更标的股票，那这是不是我送给大家的 About Car， 还有资料里我特别跟大家说，你要留意6183的茂达跟8261的富鼎。那我连续讲了好几天哦，我连续讲了好几天，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我不是只有资料送给大家赚哦。8月28号，我说大盘大跌，富贵鼎盛持续涨不停，从12.4块拉到12.85，对不对？上礼拜三，好，8月30号，我带着我们的 VIP 慢慢的去 focus，
买着买着买着越买越高，我们就收手了，我们就收手，没有再继续买。好，那当天又从12.75买到13.5，然后这档我要跟幸运星全体家族抱歉，这档我没有办法全体会员通通买进，因为今天早上我想说，嗯，这个礼拜哦，它再拉到快涨停哦，休节后啊，让部分会员先进去卡个位，还没到重压，还没到 shock hand 哦。就我想说礼拜一哦，早上哦，如果稍微洗盘一下哦，哎，盘杀下来，礼拜一大盘是杀的哦。我们看一下，刚开始是杀下来，我也算到了，礼拜一大盘是杀下来，我想说，嗯，杀下来我再让各层级再进去买，哎，结果抢钱行情就是抢钱行情，金银岛就是这样。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中原标准时间9:00，一分钟都不给，直接你看不到线吧？幸运老师的股票常常让你找不到线，你一条线都找不到，因为就像心电图一样摆平了，就这样一条锁涨停，锁到13:30，一张都无开，锁单18,855张，恭喜幸运家族买到的会员朋友，还有恭喜全国投资朋友，8月23号就送给大家。我说过我送的资料吓人，不是马上涨，但是呢，你要懂得会布局，买绿不买红，慢慢买，慢慢买，金银财宝自然就会来。我说过，我要到带大家到什么金银岛。那为什么这档这么强？我也跟大家报告过，尤其是礼拜五还特别强调。那我们带着我们会员进去卡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买买买，我也跟到告诉大家，现在有关电动车的部分。过去来讲，因为现在是已经饱和，过去都是 focus 在 GPS 或者是一些车载娱乐系统，但是我也跟大家报告，我还写个政治标记的政，所以看老师的节目你真的要用心，自然就有钱赚。我说现在你要留意，现在是成长爆发期，你要留意的是电力系统晶片，其中茂达、富鼎还有远翔科。那我资料我们送给大家，富鼎送给大家才12.出头，那么今天14.4，9:00，也就是说上礼拜是你布局的黄金时期。那恭喜幸运星家族，也恭喜拿到老师这一份顶级富豪标股秘籍资料，光是14.4就有18,855个在等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买也买不到了哈。那恭喜幸运星家族，也恭喜拿到资料。那么其他没有买到的会员朋友也 OK，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样，因为我们今天亮了三个灯，我们的股票没几档，就那几档。这个我们的波段股，来，我也让大家猜谜过，猜谜 A 好康，台湾红苹果，大家都猜台红啦，没有人猜弯苹，也没有人猜弯果的哦，所以大家都猜台红，这在上礼拜就给大家猜过。88节的时候40几块就给大家猜咯。我也跟大家报告，你要留意 about Apple 啊。好，那我也跟大家报告过，我们讲软板的部分，还有 FCCL 就是软性铜箔基板，我也跟大家说它拉货拉到爆，拉到烧，这个都是老师之前给大家看的旧资料。 OK， 好，9月2号叮咚再锁涨停板，恭喜我全体幸运星家族，有的人有鼎盛又有台红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？这就是所谓的前进金银岛啊，黄金啊，财宝你一箱一箱搬，你有多少力气你可以搬台红的涨停，你也可以搬富贵鼎盛的涨停，要搬多少有多少，什么时候买来，幸运星家族帮老师做见证，就是那一天，上礼拜四我让你，因为我跟大家报告整理完毕可以再买回。那这档我们做好几次了，每次都大赚，我说可以买回49.75到51，让你吃到饱。买完之后礼拜五稍微晃一下，然后呢头儿也不回再锁涨停，从49.多，然后呢礼拜一已经来到53.1，并且锁涨停。这档股票很有趣哦，其实我也说过台股根本压根儿就是没事，就是要涨，它就是要涨。41.6之前我们就带进了，之前我们就开始带进了。好，41.6拉到42，再涨创新高，对不对？创新高，再涨，再创新高，44.多喽。再涨还配1.49哦，还配1.49，填权填息哦，配完都还拉到43.95，已经配了1.9，算1.5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再涨，再创新高，再涨还是创新高，有没有？再涨还是创新高，49.5哦，
再涨还是创新高，有没有？八月十六号喽，再涨还是创新高哦，填息完毕哦，出清持股，获利放金库，然后让他去休息。八月二十三号还有更高的价，然后呢？八月二十九号整理完了，买回49.7到50.1，给我买回。好，买完之后马上再锁涨停。全体幸运星家族，老师是不是这档股票让你每次都赚大钱？台湾红苹果，我说过苹果你不要忘了它。那我说一般投资朋友，你的红海可以继续报。来，很有 sense 的投资朋友，我也跟大家讲，这支买卖，因为苹果将会来势汹汹，一样送你四根红 K。从低点我就跟你讲，你要买这档股票，你就是要有 sense， 你就是要有耐心，懂吗？好，那么恭喜全体幸运星家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全国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老师给你的资料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保留住。那重点来了，很多投资朋友想说，老师，那再来还来得及吗？大盘已经四根红 K 了，还来得及吗？重点来了，现在是大盘四根红 K， 而很多股票都按不住了。请问你是做个股还是做大盘？如果您是做期货的话，你光是看我的节目你就削爆了。如果您是做个股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光拿我的资料你也削爆了。现在重点来了，那些都是小菜，因为 OK 前进经营岛大赚企划案今天将会推最后一天。因为老师做事是有规划的，老师打算要带你从金九，现在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有金九了？八月底的八月中的时候，我跟你讲未来会有金九银十，我要带你赚金九赚银十。你看我们今天台红有没有涨停？你看我们今天富贵鼎盛有没有九点就锁涨停手18855张？你看我们的 Happy 今天有没有涨停？有，我说金九要让你赚，将来银十更好赚，因为十一长假拉货潮，然后接着我们还要去赚感恩节，然后赚欧美花最凶花最猛的 Merry Christmas， 然后呢赚季底的法人作战，还要赚年底的法人作战。最后呢，大家要一起过个肥年。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今天最后一天，我再强调，今天最后一天，一起基本传输门槛，老师带你大赚到封关，一起前进金银岛。已经很多投资朋友现在在金银岛了。好，这个银子啊，好，这个金银财宝，你一箱一箱搬，不用急，搬不完，因为金银岛最多的就是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还是会发现最近其实利空还是蛮多的，不管是风灾、雨灾，老师也很难过哈，这么多灾难。但是基本上底部刚好又有这么多利空，包括叙利亚的战事。等一下下半场我会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叙利亚的战况跟国际的局势。基本上你要做股票，不能自己那个叫做埋头苦干，你必须 focus 在世界各国的这个很多很多情报，还有很多我们讲战况，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讲主力的心理学，还有国际的主力心理学。focus 完之后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答案。所以基本上在现在又有这个我们讲战争的利空，底部有战争的利空，有天然灾害，石油要涨，然后呢还有什么要涨？还有电价也要涨，怎么这么多利空？但是你看到的是红 K 一直上去哦。所以你还不知道吗？现在筹码在手上，我告诉你，筹码在手，谁手上谁就赢了。所以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跟老师一起前进金银岛，大赚企划案今天开放最后一天，把握最后机会，进个广告，待会回来再聊一聊到底怎么买标股在哪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Happy 好不好？好，那待会回来，谢谢。林总不问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作手法，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幸福热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幸运之星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林总不问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作手法，
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幸福热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新庄副中心旁巨擘造镇计划，紧邻大台北水岸公园。周子良从化区领涨指标，预约两年后的容景，捷运生态水岸宅新仪式，02-95-0033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投资朋友，现在的股市我们称它为乱世，可是你们发现，我有乱世才会有英雄，我有乱世才会有标股啊。那么基本上最近是很多悲哀的事发生哦，包括假日的时候，我们的火车自强号也去撞到那个土石流，那是因为暴雨成灾，中南部做水灾嘛，我们老师也很难过哦。那在水灾的这些不好的消息，再加上电价十月份要涨，再加上油价又涨上去了，再加上我们讲叙利亚的战争问题，大家会觉得说天哪，这个世界好黑暗，完全没有希望。但是大家要去思考，我们讲哈，人就算是人也没有好人，一定的好人跟一定的坏人，一定是有好也有坏，刀子切下去绝对是一体两面。那当你在看这些利空的时候，请你要 focus 利多的这一方面。我们讲的，你看得到 A 面，你一定要看得到 B 面，因为我们这是三度空间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拉回来，我说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悲。悲的是我不喜欢看到这么多利空，让这么多人受伤，但是喜的是因为有这些利空，你将来会有机会上车，有一些 VIP 座会空出来，然后是给你自由座的价格，你懂吗？就像坐飞机，给你的是顶级的头等舱，但是呢，收的是经济舱的费用。我今天这个前进经营岛就是这个 feel。已经很多会员在经营岛里，也很多投资朋友拿到老师资料。如果你拿到买到，我相信你现在也跟我们的会员一起在经营岛里搬黄金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大家都还有机会。所以这个盘其实大盘只是在表态，大盘只是在表态。那么有关战争问题，叙利亚我也跟大家报告，其实上礼拜我就跟大家说，你可以买股票，你用力买没有关系，因为不会打。基本上也因为是乱世，所以大家各国包括英国、法国，还有跟亲美国的包括以色列这个中东国家，他们也都不支持。那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，他现在也是希望国会同意他再打。但有没有发现大家在怕？当然，这对叙利亚人民来讲非常不公平，但是现在就是乱世。那么很多执政者他对自己的选民有责任，他在国内里有压力，所以基本上如果要出兵攻打叙利亚有一定的难度。再加上联合国他说，如果要去攻打叙利亚的话，要有合理的证据，那么这个证据要三周才拿得出来。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要拿这个证据应该不难，何必要三周？从这里就可以知道，有很多眉眉嘎嘎细微处，我老师在剖析。上礼拜我就已经算好了，我就沙盘推演。所以老师带着上个礼拜全体信心家族，老师有没有给你去吃红苹果？今天礼拜一有没有给你涨停板？有没有给你 happy？ 今天有没有给你涨停板？有没有给你富贵鼎盛？今天有没有9:00锁涨停一价到底？有吧？上礼拜不布局，怎么会有这些涨停？那这礼拜不布局，下礼拜怎么又会有涨停？今天不布局，明天怎么会有涨停呢？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亲爱的幸运星家族，一定要跟紧老师的脚步。好，现在老师还蛮高兴的，因为其实我们讲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悲，看你要看喜的还是要看悲的。我们讲乐观的人永远有钱赚，正向的人永远都是充满正面能量。就如同老师今天穿的衣服，因为我们今天一次亮三个灯，当然要穿个大红衣服啊。好，恭喜大家，有钱赚我都高兴，你们高兴我就高兴。那再来呢，我跟大家报告，这个台股要留意三大方向。我之前也说过 about car， 哪一台车没飙出去，为什么 car 会这么厉害？其实我们讲美国那边经济复苏之后，人啊有了钱，房价高涨的过程中，我就买车子嘛，
我房子已经那么多间，有钱人我就买嘛，好车我就买嘛，好，所以车子的需求也一下就提高了。再加上我们讲的这个中国大陆还有新兴国家，那些暴发户一有了钱，买车子啊，炫啊，对不对？爬妹也方便呢、啊，所以车子的需求真的很高，你不容大家忽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6月25号那时候恐慌出现，我告诉大家你可以去开和泰车。后来你看茂联啦、啊，后来很多和大车子相关供应链是不是飙出去？后来我又送大家什么 About Car 是什么？我给你车子的电晶片 ，IGBT 的电晶片。那你看今天富贵鼎盛有没有锁涨停，还排10000多张？我12块出头就送给大家，现在14块多了，已经飙上去了，又飞出去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这个时候你要 focus。我跟大家报告，一个叫做 About Car， 还有我也跟大家报告过 About 什么 Music 手机 ，Music 重不重要？车子 Music 重不重要？耳朵，当然有了钱，眼睛，我说隐形眼镜嘛 ，About 这个隐形眼镜哈，永遇爱河出去了嘛，那我说 About Music 从。去年开始我说东科完了给你美绿，美绿完了是不是给你汉平？汉平就在上一期，上一期我们顶级富豪6月25号那时候不是崩溃吗？我就送你这个，来，这个是不是汉平？汉平有没有涨停涨不停？从17块半飙到今天9月2号，我亲爱的全体幸运星家族，这一档不管你是新会员、旧会员。你有没有通通锁在涨停里？来，9月2号礼拜一有没有又来一根涨停板？我亲爱的全体幸运星家族，你通通有，通通有。从我们讲的7月1号那时候17块半，我们看一下现行，因为从7月1号到现在也一段时间了。来，6月26号我就跟大家说了，好，我们算7月1号好了，哈，好，7月1号。有没有这样飙上去？从17块半给你飙飙飙，7月1号在更前面哈。好，大家在这里，从17块多开始给你飙飙飙飙飙，飙到这里32块多拉回整理完，我在8月23号我跟你说可以买了。我怎么说我怎么做，我也带着会员说这里可以买了。好，又从26块8急拉一根涨停，再来一根涨停，第三根涨停出掉。然后来，是不是又让大家洗干净之后再买一次？亲爱的全国的幸运星家族，今天有没有再给你一根涨停板？波段股就是这样做。之前我们6143的正要也是这样做啊。现在它是不是跌回来了？那我们之前是什么时候做？我跟大家报告，就是40几块，就在这儿拉到这出光，70几块出光，然后80几块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卖在80几块，大概80左右，70几到80哦，各个层级出的价格不一样。我们分时分批出掉之后，它是不是掉下来？所以啊，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时机若丢，咱讲吼，吃水果要吃丢时，买股票嘛是爱丢时。什么叫丢时的股票？我还要再告诉你，半导体，你不要忘了，今天台积电，半导体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半导体不行，但是之前拉了一回之后，整理完，你有没有看到连续4根红 K？其实从半导体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？景气在复苏，因为半导体是所有电子产业的最上游。今天嘉登有没有涨停？有，你去看一看台积电供应链，收个就矮。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这个盘啊是来势汹汹，不是你感觉的，你懂吗？一定是我们讲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。半导体你要留意，还有我说过 about Apple， 之前我跟大家报告。5349的先锋，我说 PCB， 我是在27块这个时候跟你讲，6月25号、6月26号，我公开给大家，飙飙飙飙上去之后，我跟大家说它还没涨完，那它当然后来涨得比较慢，因为最肥的一段我们已经吃完了。我跟大家说 PCB 完了之后，你就留意软板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送大家4958的真顶出去了？我送大家8039这有价有量的股票也出去了，今天也锁涨停了，对不对？基本上。这些都是什么 ？Apple， 包括我资料送给大家6121的什么新普，这个底部也打完成。手上有新普的投资朋友，你也可以不用卖了，好好的抱着吧。这个基本上，你有没有发现整个苹果族群在发酵？最大的一颗苹果就是它，它是谁？鸿海，叫多少趟都在叮当啊！你还不知道要跟上老师的脚步的吗？还不知道的吗？所以，亲爱的全国的投资朋友，未来的大盘，
你要留意 about car, about music, about Apple, 还有什么 about 半导体。那你们发现，其实电子股还蛮强的哈、哦，本来就是啊，电子股修正太久了，早就该它动了，而且大行情才刚刚要开始 ，VIP 座很大的 VIP 座留在这儿就没。就基本上真的很好玩，常常大家都不相信，都失望，然后很多利空在淬炼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真的是要赚大钱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希望总在什么，总在失望之后，常常都是这样哦。那么上帝为你关一扇门，一定会帮你开一扇窗，这扇窗老师你帮大家开了，前进金银岛，大赚七万，金九赚到银十，赚到感恩节，赚到圣诞节，再赚到年底做账。今天开放最后一天，把握最后机会，谢谢，祝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到金银岛赚大钱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缺水很辛苦，神水有背包，对，神水器材轻松省 check， 茶漏一滴也不浪费 do，水回收利用是美德，更是功德。浪费不知珍惜，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。你今天爱水了吗？幸运之星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林总不问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作手法，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幸福热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幸运之星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林总不问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作手法，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幸福热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用心的微笑，含蓄但深刻；真心的微笑，腼腆但温暖。